你是第一个伤到我的人，配得上死在我的斩天剑之下。李素素，没时间了。但那时他若无法成魔，便不会发生今日灭世之劫。500年前，他还只是肉体凡胎，身在圣王宫，这是逆转乾坤的唯一办法了。 小姐，小姐，你怎么都开始说胡话了呀？小姐，小姐，你是不是摔到脑袋了呀？小姐，这个人叫谭太监，你听说过吗？嗯，这个人就是咱们姑爷，你夫君啊！啊，咱们姑爷在这府里最怕的，就是你呀！啊，谭太监为什么会跪在冰面上？ 小姐，你都忘了，是你让姑爷罚跪三天的呀。天这么冷，谭太监全无修为，衣服又湿透，他顶不住的。谭太监，这些伤是被叶希雾打的吗？回啊！ 这女人出门上香，莫不是中了邪？被什么伤身呢？这件好，颜色也好看。你现在为什么对姑爷这么好啊？因为我害怕呀，我害怕她每日被羞辱虐待，变成穿黑袍子的大老虎，啊，把咱们都吃了。这是给我的衣裳。 你为什么要回来救我？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救你一下，不是天经地义吗？嗯。